反方向啥意思？你这个扁我也得扁两遍。我没看懂，这个是干啥？朝反方向，然后转速、自速。这不是扁完以后，你得回来再扁这边。嗯。转是吧？哪反方向转？没反方向，你是反方向手是吧？手现在正反。对它不一样吗？没有正反转，这个反转可以电动的，看这个。嗯，电动反转，电动反转有啥用？哦，松开了。松开。都是扁两遍吗？对。转不就行了吗？你得扁到上面，啊，两边。
扁到这头位置。嗯，我还要扁两面呀。编织工艺就是这样的，他不知道为啥扁两面，你扁一遍线自己一遍保不住，你得由从头开始，要从头结到头上结束。所以这个贵呀、啊，线速机都是都是这样操作的，所以这个一节好几百。你原来铺原节更累。对，铺原节没有这个灶子。这扣就小点。嗯。扣啊。老外人那个，收了他们月亮肉。扣也把弄大来的。在哪里干？啊？那个圈儿就能大点呀、啊。别剪，给它挂上就行了。对，给它放上就行了。走，变成这就这。嗯。线不行，用 PVC。它不让线。对。嗯。我给他换了来着。不换不换。我给他剪了。拿出来不？那行，回去自己解决吧。然后到时候该放一个，这个是。那一件。